欢迎收看天下卫视 Black Friday Sales 省钱大攻略，我是 Eva， 我将为各位介绍美国一年一度最盛大的感恩节特卖会活动，并且不定时更新最新资讯给各位，还有最热门的折扣消息哦。首先介绍给大家感恩节最受万众瞩目的热门店家 Best Buy。 Best Buy 已经宣布了特价开卖会将于今年的11月29日星期五，也就是会有电脑、 HDTV、 Blu-ray 蓝光播放器、数位相机等所有的电器用品， Best Buy 都将以超低价格回馈给各位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